在佛法里面讲，对下下根的人用高科技，高科技是对下下根人用的，啊，对业障深重人用的，烦恼轻的人不需要用这个东西。心灵感应，心再清净呢，就突破了时空的障碍，啊，空间维次，啊，可以跟鬼神往来，可以去游览参观地狱，啊，可以到天道，啊，去跟众神往来，那就更快乐了。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，不限于这个地球啊，啊，外太空还是太小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讲到外太空，还是我们同一个空间为止。